桂林的桂湖。那这个湖的话呢，也算是什么呢，比较大的啊，也是比较长的，慕容湖是比较大。好，来看一下这边的话呢，这个灯光啊有打造起来的地方，这个山叫做老人山，也叫做什么呢，也叫做，来这边停一个车好了，给个五分钟给他们下来拍个照，这个地方可以停车，其他地方不能停车。好了，来大家下车，五分钟时间照相时间哦，就不能够什么呢。